在纪念王香斋老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有幸呢请到了第三代义泉寺的传人啊，这位是清华大学副教授，是张树清先生，这位是工程师程岩先生啊，这一位呢是第三代传人，就中国经济时报社记者，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和促进会医疗保养生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武国忠先生。因为今天有幸见到你们三位，我感到很高兴。中华武术源远流长，自清皇以来已经有发展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这发展2000多年历史中，不断地形成了各大流派，特别是主要形成了五大类别，就是长拳类、形意类、八卦类、太极类，还有那个南拳类。在这个在近代史和现代史上，武术发展到了中国的武术发展到了顶峰。在那个现代的这个王香斋老先生呢，把这个武术的理论和实践呢又拔高了一步，对吧？这里呢，你们是三位有很高的见解，在这里我想听听你们三位的这个对这方面的高见啊，你们可以随便谈一谈，是吧？好，程老师先谈谈吧。我是在很小就和王香斋在一块儿，58年的时候跟随王香斋戏战斗。跟随王香老就学了站桩走步的推手，但是呢，由于我父亲是在40年代初期，跟随王香老学拳，也受到我父亲的传授。另外呢，诸位师叔师伯都对我有教，通过他们的教诲和自己的体认。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体会，王香老的拳学，他最让我体会深的就是一个归于简。他简易到什么地步？我想用一段历史来说一下。那是在1944年的时候。我父亲问王香说，老师，我们这拳都包括什么？王香老回答告诉站桩势地摩擦功，就是7个字回答。我父亲又问老师，能够不能够还再简单一点？王香老以站桩走步四次对吧？父亲又问老师，还能不能再讲？王香老写意二次作答。我父亲说，写意这是一种意境，作为拳手老师还能不能再讲？到最后一拳归结到最后就是一个字儿，战。精品，对，简易到把一个拳学归于一个字儿，把他的全部的训练实用归结到一战之中。我说这是王香老最大的。我和义泉接触到今天，可以说整整60年。那么在这60年里头，通过自己的断断续续的练习、思考、理解、体会，我就有了那么一点认识。那么就说现在大家都有一个看法，你在这站着干嘛呢？
为何有此一代？那么这里面的注不讲，那么它它是一个从不知、不懂、不会，逐步进入到一个知、懂、会，然后再到了一个无知、懂、不会，把你的整个的本发。但是这个从整个义拳的站桩上来讲，它不是分阶段，可我这个阶段那个阶段，这种理解从我的跟随王老学习的过程，王老不是这么讲，一开始站就是整体训练，它只有一个层次的不同，没有阶段的，没有境界的区分，只有层次的不同。你比如说吧，咱们拿眼睛来说，眼是心灵的窗户，那么我们就先说眼，它是让你卧对长空，朦朦胧胧，做一两次深呼吸。按照这个思想，你明白吗？放松的人不要紧，为什么？简单说，当你肌肉紧张的时候，你要消化营养，氧气越放松，消耗的越少，干什么？省下来干什么？温养内脏，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关键。哎，就是把消耗的能量返还回来，对，返还回身体内部，对，营养自己，哎，是这个，使它的用我们中医学的角度来讲，两大系统，一个是筋肉系统，一个是经络系统。陈老师刚才说你站着关键是隔肌，你隔肌能够放松以后，胸部能和腹腔部的肌肉能放松，全身就容易放松下来。对，我们可以做个实验，我们闭着嘴说话，是说得出来吗？舌为肉质，微张，你稍微张开那一条线，您再试试。我原来站桩也是有时候试过微笑，但是始终不理解这个意思。啊，陈老师，您这么一讲，我理解。那么再讲舌，自然文章词语承接着顶着舌，那就承接到哪儿，很自然的就是上。似顶非顶，承接什么？这里边的很深的道理，吐纳，就是这个吐纳。那我们可以试试，当你能够按照正确的这个肩架，真正静下心去，时间会三分钟。过一会出来以后，你咽下去以后，用不了几口，你觉得是一种很清凉。那么说，从我们古代来讲，大部分叫看的都不够。可是王祥老不讲。还原到让人们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懂得，
不搞理性的研究，因为他不认为大人过分说过分孤独。你叫他王湘老说只有因果，你任何的果都是下一个层次的因果，你不要把自个儿给限制到我有了果，一有我就追求，一追求脑袋就受束缚。所以我们这全是讲精神，这个是实际上这也就是一种一次性的需要向生存发展。对，就是说他练到这就成了，没有结果，这个结果是下一个起点，就是一层一层。哎，这样说，他说这个我们这圈只有因没有果，你要从辩证从哲理上来讲，这个果就下一个的因。王湘老还有一句话，这是跟我父亲他四五年，我父亲有多少功夫啊，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状况，又可以说有无数个。任何瞬间的停顿都是状况，缺什么有什么。那么比如说我现在站这个，一开始咱们现在叫健身房平报，这是平行健身装，撑爆装。从我在那时候练的时候，老先生没有，都是人家。对，他就这儿让你这儿站，站完了以后呢，那就说我这儿干什么？通过计时，很刺激。第一个去病，第二个健身，第三个是养生，第四个是筑基，就是建筑的筑，基础的基，就是为你下一步哎打下基础。这个基础要到什么地步，你下一步是什么呢？你想练拳，下一步去练击拳。我就是为养生的，你身体。但是很多人很不由自主的，他到了这个阶段呢，他我就想动了动了，那么就是你很自然的就迈入心了。就是身体健康，有身体能量大，哎，他想活动，他要活动是吧？这是很自然的一种规律。活动我怎么活动啊？哎，也就是筑基，也从筑基的角度上来说，也就是把人身体的基础都打好了以后，再进入这基础的这个程序，是吧？筑基装叫什么？它跟这个前边的基本装内容要不一样。别看广这么一站，它是不同的层次给你加入不同的训练内容，而且是整体加入，一下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归结到一心去。打个比方，我们一开始就这么站，你到有个蚊子要咬你的时候，你还这么站。那么你从一开始到我站了一年多了，我要有什么体认我才能解答你？他这是逐步的得到自己身上的，我怎么逐步？从情绪，从眼耳鼻舌身意，他是在逐步增加你，逐步增加你的训练的内容。也就是说，基本上表面看好像没有多大变化，
但实际上内部呢，它就是内高下化，对对，是掌心内寒，啊，还有身体各部位，以及是眼耳鼻喉舌，全部都要进入一种状态，是用意念来引导，对，也就是一拳就是重点就到这儿，是吧？对，您理解的很深刻。从这个意思上来讲，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解释的，上边是个音字，声音的音，下边是个心，意乃心之意，寂寂庄的心，寂寂庄仍然是寂。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念寂寂庄的阶段，是不是仍然需要有那个四个字？你现在没有病了，说实在，随时都有病。你认为你没病，所以当你进入到下一步寂寂庄的阶段，这个四个基本庄的这个四个部分。仍然在带，不要以为我一脸就低了，我就把去病健身养生的我就会想，那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不要认为养生和寂寂或者健身跟寂寂是两套系统，我们要真是走入到正，就是按照王兴老教我的那个寂寂是自然生的，不是练出来的。我总的对王兴老的这个全学思想四句话，源于生活，根于虚静，归于简历。讲这一步，通过这个权道、权理这一方面，很透彻的讲一些这个易拳训练的方法的内涵的一些精髓，讲得很好啊。张老师在练这个易拳方面，他从这个哲学哲理这一方面研究得很透彻。下面呢，我们就让张老师给从这个方面来仔细的阐述一下啊。接着程大哥的话呢往下说，刚才谈到筑基，站桩筑基，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呢，很多年轻的人练易拳呢，这一点很容易忽视。因为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了，他来站桩是什么？他在养生中能静下心来。那么年轻人很棒的小伙子，十六七岁，身体正好时，你当静下心来站，很难做到。所以一般易拳呢，年龄小的人能练起来有难度。那么经过多年的训练呢，我自己体会，也经过很多老师的传授呢，我觉得呢，如果换一种角度来说，把这句话换成积极的角度说，大家就能接受。所以当年如果有人很积极的跟我说这句话，我想我会更早的做进一拳。那么换什么角度呢？就是站桩，对年轻人来说，给它叫做什么呢？养生桩、健身桩，我们换个名称，叫换劲儿桩。这么说它就有积极性了。说我年很年轻，我站的是养生桩、健身桩，其实呢是为了换劲儿用的。那换劲桩是干什么用的呢？实际上就是换掉自己身上那些僵滞的、不协调的、不均整的，用这些旧的浊劲儿。对，所以武术里常说生愁劲儿，就有的人练了半天拳，最后生劲儿、熟劲儿都有。我们所说要的是那熟劲儿，不要那生劲儿，就是那膀子劲儿、肌肉劲儿、笨劲儿。
因为很多年轻人学义拳或者学太极、学形意拳、内功拳的时候呢，他没有好好经过换劲儿阶段，换句话说，没有好好站养生桩、健身桩，他就开始直接进入到起劲阶段，着急，结果呢叫生熟劲儿始终伴随着身体，到后半阶段就学拳随着半身，他到后期的时候，他不断要把这个生劲儿去掉的话，去不掉。那么如果他要真真切切的、认认真真的经过换劲阶段以后呢？这时候呢，实际上呢，他就不会有这么复杂的问题的后期。所以呢，因为是没有给讲透，或者有些老先生不愿意讲透，保守，那么任学生自然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他就会出现一种年轻在练拳时，在换劲阶段没有真正换过去，但直接就进入起劲阶段。那么换劲阶段怎么练习呢？这种练习，那么经过我多年的体认呢，也经过老师的传授，那么我认为呢，它是一种剪力训练，也就是说它是反着练的。西方文化在进行这种训练的时候叫加力训练，我管叫加力，我给它加个名叫加力。什么叫加力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练俯卧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肌肉在越来越变粗，脖子会变粗，我身体会越来越强壮，这种训练是看得见的，我们叫加力训练。站桩恰恰是反着的，是减力训练，应该把我们已有的东西去掉，也就是说我们要得到一个均匀的、完整的、全部的一个整体。我用加的办法加不整的，我不知道我哪里需要再加，但我用减的办法可以求整。为什么呢？我减掉我的长处就可以。所以我甚至在认为义拳在初级的换劲阶段它是有消长的训练，所以消长就是我消灭我的长处。你不是不知道你短处是什么吗？那好，你应该知道你的长处，你把你长处去掉。所以呢，在这种体系下呢，我倒是认为义拳的训练应该从消长开始入手，那就是减力训练。那就是说我们练到最后结果，我应该把我的长处去掉。实际上从人生的发展来讲呢，人失败是失败在自己的长处上，并不是失败在自己的短处上。往往呢，正自以为自己有长处，经验主义把自己害了，而别人利用你，利用的是你的长处。比如说我有力量，好，那么你在积极的时候你想要就有力量，如果真是战争的话，你就靠这种来打人或战争的话是不可以的，因为你的思维是单向的，你说出尖的。当你使用你的长处的时候，你已经出尖了；当你想使用长处，你已经出尖了，还不说你已经使用。那么这时候当你出尖的话，别人就可以借力的，别人就可以利用你的长处。你说我为什么要用你呢？是因为你有长处，所以你才有利用价值。如果你没有长处，人对你就没有利用价值。那么好，在武术里我们害怕的就别人利用我了，别人利用了我的长处，实际上我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那么拳击它的前冲力很强，好，我就利用你的前冲力的长处，因为你出尖嘛。实际上对于初学人来，他长处是我有力量，我有肌肉，我身体健壮。所以年轻人练义拳刚开始并不好练，老人很好练，他浑身都是短处，浑身都是病，他倒很谦虚，说乡老谈到攻胜义切合，他年轻他壮他有长处，他也不会攻，他不攻他就不可能切。所以呢，攻胜一切合，首先第一件是攻，攻它的前提就是我有短处我才会攻，我没有短处我就不会攻，所以从第一个字开始就要消长。所以我认为呢，那么练一拳如果从换劲桩开始练的话，第一是消灭长处，把自己长处去掉，逐步的去掉去掉，去到什么程度呢？老子说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那就叫损之又损。所以西方的文化，我来解释老子的观点恐怕是不准确，但是我就用武术角度，我认为所谓为学日益呢，就是你练肌肉，你练一天能壮一天，看得见，越练越有进步，为学日益嘛。但是你要想修道的话，就应该为道日损。我练一天不如一天，练一天不如一天，本来还有肌肉，练着练着肌肉没了，笨劲儿没了，
唯道日损，就像这个茶杯一样，如果不倒空它，我是不能放进新东西的，所以我一定要把它都丢掉了，这时候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到这个阶段，自然就进入到寂静的阶段。这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来证明是对还是错。那么一方面老师有经验，师父一定要，就是要不然老师干什么用的呢？每一个环节都要控制，要诱导他。那比如说他这个地方还自认为就是不错了，但是实际上呢，因为你用你的经验来看，那么你发现他还是有问题，你会提出来。所以不断诱导他一层一层的放松，一层一层丢掉身体的笨劲儿、拙劲儿，其目的实际上呢，就是要把身体变得均匀、柔软、谦卑、恭敬、自然。所以呢，恭称一切和，还有一个和字呢，那个切字呢，就是真实，我理解。那意呢，那就是我们整个本质的东西。很多人练拳有意，但不切，不切实，就是空想。我想象我摸着水了，但身体根本没有摸水的状态。我想象我摸着木头了，身体没有摸着木头的状态，根本不切实。所以香老一句话：假借意念真实否？是否是真正的意念真实呢？否则没有真实的感觉，它是空想。那么这也都是在幻境的过程中，直接让它通过简历，通过消灭自己的长处，不断的、不断的，然后开始脚踏实地的切合下来，然后逐步认识这个一拳。所以我认为呢，从这个一拳训练里呢，它是一种为道的学问，就是我们应该是就是损之又损，以至无为。刚才陈大哥呢也谈到眼耳鼻舌身意，的确如此。一拳是很艺术、很浪漫的，因为它有一境界。站桩的时候，眼睛要看遥远的地方，看美好的地方。首先想象自己立在一个最美的地方，这个状态，有人研究叫移情现象，就情感转移嘛。据说一战期间，当时结核病没法治，因为那抗生素没研究出来，所以得了结核病人都死掉了。但是有少部分人活下来，一发现是集邮的人。他集邮人为什么活来呢？是一种移情现象，他的情感转移到这里以后呢，他的状态就调动起来、调整。他没想到身体里的病，他就想的是别的事情。转移了，转移以后移情了。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们的一拳也是一种移情现象的训练。我们看美丽的地方，看遥远的地方，让自己的境界高大。向来还有欲与山天公试比高，放大，同时还要放松。那么这时候呢，眼睛要看遥远地方，耳朵要听很遥远的声音，天籁之声，嘴里要含，刚才说微笑，是啊，含个薄冰啊，或者是含什么都行，有微微的含，这也是放松，也是舒展，也是开。鼻子呢，要闻到大地泥土的那种清新的那种香味儿，它会很艺术、很浪漫的把你的浑身都调动起来，眼睛、鼻子、耳朵，你的毛发，毛发悠扬，所以这一切东西都是要调动你全身的状态，是很浪漫、很艺术的。另外，您刚才也谈到一站桩，哎，能站一段时间，真进去能站一段时间。据研究呢，叫中慢现象。中慢现象就是说，当你进入到一种美好的状态的时候，叫乐而忘时，把时间给忘了。那咱们今天谈得很投缘，一晃下半夜了，没觉得很累，为什么呢？它是中慢现象。当你身体进入愉快状态的时候，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当你在受痛苦煎熬的时候，你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实际上呢，当我们真正体会到了这种浪漫和艺术的状态的时候，身体进入那种空灵的状态以后，它实际上进入中慢效应，时间过得很快。所以一旦移情的话，很年轻。那么前提条件，当你的情感转移到外面以后，外面会作用到你的身体，你身体因为外面的作用到身体而发生变化，这时候实际上是身体是买的东西。实际上呢，我来认为一拳呢，它有一个我觉得是我破译的一个自认为是破译的就悟出来的地方，就是一拳实际上
是用我们自己的意念，然后设立起一个场景或者一种情境，然后这个情境反过来规范我身体的状态。我身体的状态是随着我的这外界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其实又是我意念设立的，所以它是反作用后的再作用，而不是直接的。那是我直接想拽拔，行不行？不行。你直接想拽想拔是主观的，是出尖的，是绝对的。但是如果我没想拔，我没想往下摁，我想下面有水，这个水慢慢漫上来，水一漫以后我自然就飘起来，是因为水的蔓延让我飘起来，不是我自己想抬起来的，这就不一样。他是把意念注入到外面，外面反过来注用解决我身体毛病，然后我身体得到锻炼，他要绕这么一个圈子来锻炼自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拳实际上它是一种被动训练，是主动意念给予一种情境下的被动训练，而恰恰香老能把人崩出去，因为被动的，你打到我身上，我给你崩出去的，如同钱掷骨，把钱扔在骨上，棒，那个钱就会崩出去了。那为什么能崩出去？钱那骨本身并不打你，是因为打的骨是骨面上，骨面自然崩住你，骨是承受以后，它一还原你就出去了。那我们训练的不是我拿鼓撞你的前臂，而是我是应你打击，那必须你的训练就得要转一下。所以呢，这种思维方式就相对就复杂一些了，所以它要涉及到很这种复杂的问题。那么好，不同的毛病就会有不同的意念给予外界，给你周围，然后用外界不同的意念又反作用解决你身体的所有的毛病。所以香老师四座高凳靠旗杆也是给你个外面意见，看你腰胯，看你的脊椎，看你头项，看你身体踩蹄，看你的虚灵，看你周围的肩架的牵扯，看你三角育婴的状态，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要在外力的情况下来解决的，而不是在身体里找的。这是一拳的，我觉得一大特点。我认为啊，这个对不对？到陈大哥来批评。刚才两位先生讲得很不错的，下面呢，我看，吴国松老师，给你讲一讲，你从这个做人的这个中医这个角度，人体经络对吧，十二经络、七经八脉，以及道学这一方面修养这个角度来给谈谈这个易经对这个易拳这个理论的感觉，是不是？你给谈一谈好吗？刚才这个程师兄讲了，说这个养生、济饥啊是一体的。现在呢，很多的练习咱们这个拳呢，认为都是两个东西。就我是非常赞同这个程师兄的这个点啊。那么就说，包括我们跟这个方一方这个师傅，这个父亲练这个养生桩，它到底能不能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很多人说，哎呀，这些就是单纯的练养生的，不懂积极。那么刚才程师兄很多的问题都给解决了。那么呢，就是我想呢，从这个医学角度咱们谈一谈，就说为什么这个桩一个简单的姿势，它既能治病，又能积极。它靠的是什么？那么我呢，从这个传统医学这个角度呢，也是在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破译它这个里边其中的道理，有没有道理是非常非常的深奥。那么在《黄帝内经》其中有一篇就是《上古天真论》嘛。有几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老先生在《全论》里边呢，也引用了，叫“呼吸精气，独守神”，提携天地，把握阴阳，肌肉若一，
这个肌肉若一呢，有很多的这个解释。有人认为是筋肉若一，有人是认为是参肌中医。那么到底是肌肉还是筋肉，我们今天的不探讨。按照这个隋朝，就是唐宋时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本子，叫《全元起》的注解本，对《黄帝内经》素问。它的原文的解释呢，叫参肌中医，因为他认为我们练的都是这个，不是肉，他在系统上有另外一套解释。那么我们就遵从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本子来谈这个，就是呼吸精气，你怎么去独立守神，怎么才能筋肉若一，它有没有它的物质基础。那么老祖宗们在这个谈到这个站桩的时候，你说两腿平均一立一站，是吧？就咱们就以这个撑抱桩这个为例子啊，你轻轻的站住以后，那么正确的站法，你应该是哪个部位去用力？一开始练了很多年不明白，说哎呀，怎么这个治病健身它这个效果为什么这么快？他经过这个很长时间的这个参悟，才逐渐的明白，我们两个小腿往下一，这个两个脚平铺于地，这个平均站立的时候，两个小腿的外侧是外翻的，轻轻向外外展的时候，正好就触在这个经络学说里面触动了哪条经络，正好是胃经。那么人是脾胃是人赖以生存气血生化的源头，那么这个阳明胃经呢，它是一条多气多血之经，通过很短的时间静静的去站立，把这正好是两腓骨两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叫足三里，它是阳明经跟太阳经的一个合穴，正好是这个部位要稍微的紧张起来一点。那么民间呢有一个谚语叫要想身体安，三里长骨干，这三里要长期的刺激，他古人认为是要用艾条揪到化脓为止。那么我们这些老先生呢，把这些东西给总结出来，你按照他正确的方法静静的站立，那么一周之内第一步的方法就是强壮气血。第二步你向上去走的时候，腰部为什么要按照这个小腹一定要松圆，腰部要圆撑，小腹应长圆。这些老先生呢，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没有完全提到说这个要用丹田怎么去打圆。实际上呢，他小腹松圆的是一个状态，是指的这个整个腹部来讲的，整体腹部，小腹应长。对，整体的腹部，讲丹田呢，容易落到一个点上，那么，很多人不容易理解。他整体都给你放松下来。那么第二步，实际上要鼓荡肾气，是吧？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气血充盈起来，第二步把肾气鼓荡起来，这个人才能有活力。我认为呢，老先生这个桩法正确的站立，他是应该一个桩，咱们从整体来讲，他应该同时具备三种这个就是条件，也可以叫就是次第的层次。一是这个筋骨阶段，第二个呢是气血，第三步呢是神意。实际上这三步呢是放在一个桩法里面同时生成的，也就这三个桩实际上有机结合，有机的在，并不能严格的分开。刚才两位师兄也都谈了，就说这个从这个老这个玄学思想上对老先生这个诠释就是这种概括。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就是很不成熟的一些看法，
虽然说老先生倡导的是义拳，可是呢没有忽略了形的训练。现在呢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都是认为抓住老先生的一句话，只求神一足，不求形骸色。我站那儿就这姿势，不管它对不对，我就这么去站，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那么为什么刚才咱们要谈到桩法到最高的，就是这个气血跟筋骨还有神意，他通过这个桩法的这个技术的演练，他升华到一种艺术范围，是达到一个很高深的一个意境。初期的训练，形体的训练要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技术阶段。老先生他这个拳术是从技术升华到艺术，是一个境界。刚才陈老师说，就是这养生桩和技艺桩也是永远是永远分不开的，永远分不开的。虽然外形看起一样，但实际上这个里边的东西已经变了多少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养生桩也好，叫技艺桩也好，站这个桩，那么你体内的筋骨的力量增加了，骨的密度增加了，气血强壮了，神意充足了。它自然而然的这个技击的这种力量就可以会生发出来。刚才三位老师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对吧？陈老师从那个拳道这拳理这一方面做的是深刻的阐述，这张老师从那个哲学哲理这一方面进行了分析，对拳学方面进行了一个拔高的那个吴国忠老师呢，是从这个中医这个医学医道这个角度上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阐明，也就是说从三个角度上不同的这方法不同的内涵方面解释了这个义拳这个理论，也对义拳的理论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对吧？我们把这些东西嘛贡献给大家，对吧？让大家在练习义拳的时候做一些参考。这都是我们个人的体会，很片面也很肤浅，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纪念王香斋老先生诞辰120周年，这个会议各方面的代表都来了许多。王一芳老师身体也很健康，是吧？还有霍先生为这个王香斋老先生这个义拳的发展出了好大的力。下面呢，您能谈一谈您的感想？我们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个活动，在王先生这个120周年。由他所创的义拳大成拳已经在全国还有世界各地都流行得很好，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庆祝他120周年诞辰，再聚一聚，大家一起共同办出一堂一个就纪念这个王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探讨这义拳怎么样可以更好发展。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武术这个叫世界发展也很快，尤其是现在我们也争取武术进入2008年的奥运会，所以武术未来这个在世界上应该越来越受瞩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义拳大成拳它也很有它自己独特的生命力，所以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大家看怎么能把它更好发展。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国武术太极拳这个也传播得很好，这个全世界这个各地都有，太极拳也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家派，这个杨家的、秦家的、宣家的、武家的武，所以这个义拳现在发展也有好很多不同的发展的路上，所以我们也应该共同大家研究一些
怎么样华语传可以更加容易推广到全世界世界各地，让人家都好学习。我自己很难的有幸这个接触到的译传，那译传在香港这个流传也不算太广，但是的确发现它也很它独特之处，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怎么好把它更整理好推广到世界各地是我们这个一个重视，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对大家世界人类的也是一种贡献。译拳是中华武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武术发展的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译拳的发展给我们中华武术填补了好大的空白。译拳作为一个中华武术展现工程的项目总监，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译拳整理出来公布于世。所以说各位先生的总有许多高见，望你们能畅所欲言的谈一谈。我们在这个从1997年开始，这个和霍振环先生一起来这个参加这个译拳学会的一些工作。这些年就是霍振环先生啊，就是一直是非常关心和支持这个译拳这个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他重视这个译拳要立武德为首，重视这个译拳大声拳和其他各个拳种的这个团结和交流。他这个在我们这个译拳这个发展当中是起到了这个巨大的这个推动作用，所以他赢得了我们这个广大这个译拳这个同门的这个尊重。因为译拳在这个国内，在这个整个世界上已经有了这个很广泛的这个传播，现在就需要就是把大家的力量就是集中起来啊，我们那个就相信呢会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一个局面。陈先生，你能谈一谈关于译拳一方面的理论的一些要点吗？我认为王湘老的拳学思想可以归结出4句话16个字，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他的拳学思想是源于生活，根于虚静，归于简易，永无止境。霍先生在香港推广译拳方面竟做了哪些工作，能给我们谈一谈？主要是靠我们这个香港译拳的同门们，他们这个香港也很多对这个译拳也比较爱好，我们在香港也成立这个香港译拳学会，通过我们这个同门他们搞一些这个讲座了，有些搞一些培训班呢，而且我们另外一个也加强跟内地这些方面的交往，就每年我们都邀请内地有些这个译拳的这些前辈来香港跟我们讲课，所以昨天这个王师傅也来过香港跟我们讲课，这个秦先生也来过，还有这个武先生也来香港跟为我们介绍，所以我们也加强两地这些交往，这个对我们香港提高的水平也很有作用的。霍先生，您能谈谈您在那香港啊，就参加这个那是亚洲武林联合会是吧？在以及这个发展情况以及对今后的一些影响前景。其实我上个星期也到越南，国际武林倒是有个会议，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个2008年的奥运问题，这个关于武术训练奥运，所以现在这个我们国家已经做了很大量的工作，争取这个武术进入这个奥运，所以现在就是这个但是通过我们中国武学的各方面的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这个国际武联也做了这个各方面的工作，所以现在主要
大概现在到时奥运会期间是有武术的比赛，现在大家还是争论这个细节的问题，因为这个它不是正式的比赛，但是我们也想争取这个运动员可以出在这个奥运圈的这个发的下，是不是也很晚，所以正在进一步做这份工作。据我了解，这好多人说您从年轻时候就是喜爱习武，而且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练义拳，对吧？您能谈谈您的习武的经历吗？我从小可能看这个武打小说的这个，所以对这个武术这个比较有兴趣。后来我练太极，有一个太极拳的老师，香港有个叫李老，他也练义拳，所以从他那里知道有义拳这一回事，所以后来也接触这义拳，也觉得他的内容的确是很道理的，很好的，也很科学，也其实一个很直接的练习的道路，所以我的一直就是这个对义拳比较爱好。向老的义拳呢，它是很立体的，我觉得它包括几个层面。那我是搞艺术的，所以我在艺术的层面可能更关注一些。那么它的训练体系呢，很多是科学的体系，比如说它把复杂的事物变得更简洁，还原到人的一些本能的状态。所以向老的学科呢，它把这个东西方文化，实际上它有了一种大的融合。另外呢，从解放人性，从发挥良能方面，它是很浪漫和艺术的。这一方面呢，也是在我母亲的学习过程中呢，体会到这种人性的、这种浪漫的和这种优雅的这种拳学的这种理念和风格。看破、想开、放下、自在，就这个八个字，我作为我的座右铭一直在实践着。我在香港教的时候，没有细心。因为他不懂初步的站，站完了练直接功啊，就是一个脱腕脱手施力，对，就这样。你没松怎么能紧呢？松了紧紧就不松了，肩就怕紧，就怕紧，一紧了就什么也出不来了。